第十一课，这是我的书。生词，书，书，笔，笔，玩具，玩具。那，那，书包，书包，本子，本子，尺子，尺子。奶奶，奶奶，同桌，同桌，书，书，笔，笔，玩具，玩具，那。那，书包，书包，本子，本子，尺子，尺子，奶奶，奶奶，同桌，同桌，鱼。大海，鸟，窝，老鼠，洞。读课文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这是小强的笔，这是小强的笔，这是妹妹的玩具，这是妹妹的玩具，那是谁的书包？那是谁的书包？那是谁的本子？那是谁的本子？那是谁的尺子？那是谁的尺子？她是谁的奶奶？她是谁的奶奶？她是小丽的奶奶，她是小丽的奶奶。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那是我同桌的书，这是小强的书包，那是谁的书包？那是小华的书包。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，那是我同桌的书。这是小强的书包，
那是谁的书包？那是小华的书包。练习书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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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子，杯子，本子，杯子，钢笔，铅笔，钢笔，铅笔，谁的？我的。谁的？我的。这是谁的书？这是谁的书？这是我的书包。这是我的书包。那是谁的笔？那是谁的笔？那是小丽的本子。那是小丽的本子。她是小华的姐姐。她是小华的姐姐。这是谁的书？这是谁的书？那是谁的书？那是谁的书？这是谁的书包？这是谁的书包？那是谁的书包？那是谁的书包？这是谁的笔？这是谁的笔？那是谁的笔？那是谁的笔？这是谁的本子？这是谁的本子？那是谁的本子？那是谁的本子？这是小强的家。这是小强的家。那是小强的家。那是小强的家。这是小强的玩具。这是小强的玩具。那是小强的玩具。那是小强的玩具。这是小红的家。这是小红的家。那是小红的家。那是小红的家。这是小红的玩具。这是小红的玩具。那是小红的玩具。
那是小红的玩具。她是小强的奶奶。她是小强的奶奶。她是小红的奶奶。她是小红的奶奶。她是小强的哥哥。她是小强的哥哥。她是小红的哥哥。她是小红的哥哥。书包，书包。笔，笔。本子，本子。再见。